我觉得你现在是享受跟男生调情，呵护你，然后倾听你，要心灵的陪伴。我觉得在性事方面也是要合，这一定的吧？要不然的话，如果他非常倾，非常会倾听，然后那边超小超小，你 OK 吗？最近刚好恢复单身，那目前状态都还 OK， 超好啊，状态超好，超漂亮啊！谢谢大家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我很不好意思哎、欸，因为你以前都是亏我啊，我喜欢被你亏，你突然间称赞我，我都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，当然是假的、啊，没有真的假的，真的啦。现在人生这么忙碌，我们又是工作又是小孩，我觉得你现在是享受跟男生调情，但不要真的很就是很快的进入下一段感情。好，我听你的。嗯，暧昧是最好玩的。我现在没办法玩啊，然后他露出一种很羡慕的表情。听到他离婚这件事情还蛮惊讶的，因为之前他在节目中都是表现出很幸福美满的样子，没想到那么突然就离婚了。可是我觉得他离婚之后的状态很好，他应该很开心。人生在不同的阶段会有一些不同的转变嘛，那我觉得每一个人的生活是自己在过的，所以很多事情、哎、小心谁害我，小心啊，怎么电视，你不要你没有出那个地方，我觉得这好难讲哦，你觉得呢？我觉得要会沟通吧，会沟通这什么鬼东西，然后要很给情绪价值，到了一个阶段的女人，我们需要的是很多情感的回馈哦，要有真正的呵护你，要倾听你，要心灵的陪伴，我觉得在性事方面也是要合，这一定的吧，要不然的话，如果他非常会倾听，然后那边超小超小，你 OK 吗？这可能要再思考一下，就是要 good fit 啦，就是要 good fit。所以上一段是因为没办法沟通才走下去，是三分。哎，这个事情就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呐、啊，这改天再跟大家分享。